前个拍拖，而成龙大哥就自白佢曾经想去追陈秋霞噶。点解我哋会带你嚟睇画展呢？原来系嚟揾好耐冇见嘅陈秋霞，佢今次为咗做善事，捐出自己嘅两幅字画。活动仲请嚟特首夫人曾宝仪女士。秋霞一见到曾太就好紧张。系咪好紧张咧？我啊，唔会啊，我第一次做呢个，不过上北京做咗。秋霞成个等紧攞成绩表嘅小学生咁，曾太埋你啦，埋你啦！我要去曾太学书法。除了曾太和秋霞的亲友来支持外，成龙大哥也有到贺。原来大哥一早已经看过这幅字画。上次我在马来西亚去跟他录龙眼树的时候，看到他整地整间房都是那些东西，我说哇，这么污糟的，就是看不到。哎呀，是这样的了，我们写到好像不值钱那样揈来揈去。我说为什么你这样不执东西，这么污糟的。估唔到啦，估唔到，原來最後寫出嚟嘅係咁靚。有冇啲咩評價咧？對呢個作品，我覺得好靚咯。秋霞，你睇下你幅作品靚到連大哥都想要啊！寫幅俾我啦。係啊。要多多練習至得，多多練習。會唔會真係考慮寫翻幅俾阿大哥送俾大哥咧？會㗎，會㗎，會㗎。不過俾啲時間我。記住啊！原來大哥同秋霞嘅相識係有段古㗎。哇，廿幾年咯，唔止啦，我第一次咧就喺我最記得，佢就揸住個電單車，我就喺中影台灣中影嘅片場，喺個橋上面望到下邊，我話哇，呢個嘢咁招積嘅，佢戴咁眼鏡嘅噃，咁睇下，哦，成龍咯，佢又望唔到我啦，係咩？哇！我喺上面望落去嘅。早知嗰陣時叫我，嗰陣時我追你啦嚇，真係好彩，真係好彩。咦咦，大哥你已经有了嬌姐了，还旧事重提。不过大哥讲下讲下，好像上了瘾一样，不断赞秋霞。这些老婆呢，我相信是每一个男仔的男人的梦寐以求。有娴熟啦，娴熟还可以写字画。菜我不知道写什么，菜又不知道煮得好不好了。没吃过秋霞煮饭吗？没试过的。没啊，就是请了你吃月饼。月饼，他切的月饼切得挺漂亮。正我提。